个朋友吃饭吃完，我们准备要回台中，当下就是我们的司机有紧急刹车，差不多3秒。在刹车当中，对方有逆向，就迎面撞起来了。目前我们的导游是比较严重，司机也比较严重。对方我下来的时候就是全身，全部的车都是9位，要保护到9位。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